今天小王子发现了一个无敌点位，嘿，有个宝箱，哎，有好多装备啊！泡芙泡芙，快点过来，我发现了个无敌点位。哇，无敌点位来了来了！来，我们来到这个边缘，按住潜行，然后在下去的一瞬间前进。这个位置狼人肯定不知道。泡芙，快下来呀！我也想下去啊，可是有狼人啊！哈哈，你们居然躲在这里啊！我去，你们居然有火箭背包！我有钩爪，下去吧，你臭辣条！啊，可恶，你们两个居然戏杀我，看我不抓到你们，让你们好看！完了完了，辣条已经知道这个位置了，怎么办啊？别急别急，辣条虽然知道这个位置，但他不一定能成功下来。辣条那么菜，肯定、肯定什么？啊，赶紧隐身！哎，小王子人呢？辣条，你去抓小王子吧。刚刚还在这里啊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嘿嘿，泡芙，抓你也一样。还好在箱子里有隐身药水，赶紧躲个黑暗的地方，这样我脚下的影子就不会被发现了。泡芙，狗带吧你！啊，别，气死我了！臭小王子，都怪你，看我怎么抓到你！啊，不是吧，这都能怪我？要不是你带我去那个位置作茧自缚，还无敌点位，一下就暴露了。我去，不是你自己被狼人跟着，然后才被发现的吗？怎么倒打一耙呢？我不管，我今天就要抓你，一定要有个人背锅的话，那就是你，小王子。小王子，你还不走？我要有机会走呀。小王子，你完蛋了。我有火箭背包，这对我来说还是很简单的。嘿，我用了隐身药水，我看你怎么抓。小王子，你身上的拖尾已经出卖你了。啊，不是吧，过分了吧，这都行。狗带吧你。气死我了，哎，我怎么一直都是隐身的呀？不是吧，我觉得卡到 bug 了。臭辣条，看我不抓你。哎，是泡芙抓的你，你抓我干嘛？要不是你抓泡芙，泡芙怎么会抓我？哇，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不对，你这是歪理。一定要有一个人背锅的话，那这个人就是你辣条了。太嚣张了吧，居然都躲在屋顶上。再加上我有隐身，他们应该发现不了我。走到边缘就没有影子了，果然没有发现我。哎，不打。啊，谁打我？臭泡芙，你打我干嘛？啊，队友怎么打？你是不是呆子？啊，到底谁打我呀？哎，有鬼啊！救命啊！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找个位置躲起来。这个傻辣条都不知道我在后面吗？躲在这个草垛里面，这不是作茧自缚吗？哈哈，这个位置肯定没有人能发现，我可真是太机智了。哈哈，这个傻辣条头都露出来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谁打我呀？